最近盛传 Carrie 吴雨霏将会加盟环球啊，咁作为环球一姐嘅谢安琪，你又点睇呢？系咩？如果系好啊，即系因为我好中意 Carrie 噶，同埋我私底下都同佢会联络噶，咁同埋我好中意佢啲歌咯。如果系真嘅，我好开心咯。啊，我唔知噶呢个，即系我冇听公司讲过咯。但系佢话要咩喎？争咗你个一姐位喎。系咩？呢啲系算啦，即系点样讲都好啦。我从来心目中都冇分咩第几，我觉得大家一个大家庭开心心啦，人即系人越多就越好玩咯，衷心欢迎任何嘅歌手加入咯。前排有报道话你同记者之前关系唔好，因为经理人嘅问题，咁你有冇听过呢单新闻啊？系嘛？其实我觉得同记者关系冇唔好啊，呢个系一直以嚟啊，但系呢件事有帮到我噶，即系呢个传闻，因为我去外地工作咧，咁有好多记者访问我之前，心理压力好大啊，即系佢哋好担心啊，以为我好难相处，但每一次咧见到我咧，佢话哇，我心放松晒啦，而家即系原来冇事嘅，即系你好容易倾偈啊，亦都好容易相处啊，咁样咯。